要知道，我们部落是真正的在宜兰地区跟日本人正式作战的部落哈。我们跟日本人打了8年战争，我们是只有200人，200人跟日本打了8年，就是让我们的祖先呢是多么的彪悍。最后呢，我们打败这个是叫一条海岸的绝种。那这首歌呢，我们被打败之后呢，我们他们可以强迫迁徙到现在的热水部落。那我们到这个热水部落之后，我们讲完了之后，我们就努力来种植我们小米，然后呢，铺好我们的猎场，然后呢，生活才慢慢的从火地下。那这首歌的意思就是说，所有太阳的小孩，你们一定要相互合作，不要忘记我们的祖训，也不要忘记我们的文化，你要记得一定要好好的活在这个景观那的世界上。大概就这个意思哈。我们的这首歌叫《美好的日子》啊，美好的日子啊。因为我们的文字呢，都是英文字啊，都是罗马字，有时候看不懂。所以说我们要翻一下哈，啊，因为看下准备文字哈。